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 channel。 今天我们就来到这个 garden， 这个 garden 就给了5磅。那到底今天有什么行呢？这里它都是一些以前的古旧建筑来的。那稍后2点钟就出去，可以这个 main entry 那里就有回些音乐厅的。那今天最主要来到这里就不是很贵，这里给5磅而已。但是呢，旁边有人结婚添，还要咁就都好多僆仔喺度玩。咁即係喺古舊建築嗰啲嚟㗎，我估應該都係嗰啲 friend 嚟。係個酒店嚟㗎，係咯，所以我哋就喺度行下先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陣間會再拍啲比較靚景再拍。